哦耶，带走。好了，我去介绍新游戏了，再会。好，我们接着要来玩 Dungeon of Dragon Knight DOOK 龙骑士之墓。来看看这个游戏呢，一开始可以选择种族啊，名字可以自己取。那我来玩一个，我当一个人类好了，人类，然后有一二三四五种职业，龙族哦，还可以直接当龙族哎，龙族是战士。好，来，法师准备出发，确定，你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完成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要创四支啊，哦，那个。刚刚这个就是我本人啊，我要带着我的三个好朋友一起奋战。那来一个，那我各种种族都来一个吧。你就当一个龙牧师，那就叫黎明子吧。好，再来我们来一个矮人。矮人的话通常是跟弓箭手绑在一起的，矮人弓箭手就叫罗曼吧。那我再带上一个 Z 粉好了。 OK Go 出发，让我们的 Guard ZZ 队伍出发喽。怎么走？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就是这一种闯地牢了，可以装备在手上。这里有个火把可以装备在手上。我不喜欢这个地方。火把可以拿了，选一个人装着。好 ，Z 粉拿着火把。感觉很危险哎，这个游戏，真的会有怪物跑出来。又一封信，这个信好像就是教你一些过关的方式。Watch your back， 我不看呐、啊，有种你就出来。没事吧？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我先看一下，好像没事哎、欸，还是没有怪物会从这里走出来了。好，这里有个哦，有怪物哇，巨大的老鼠啊，血趴，进入战斗，应该就是一直按左键就可以跟他战斗吧？嗯，啊，他怎么那么强？哎，等等。这个老鼠很强哎、欸，我走个位。好，我用走位来虐杀他。啊，没有，我边走边打，打得他动弹不得。哎，又挨了他两下。哎，我扭。啊，哈哈，哎，哇，终于把他解决掉了。这个老鼠怎么那么难杀啊？什么状况啊？啊，我看一下，火把是一个武器吗？不能从后排攻击哦。他们两个叫做后排啊 ，Soga。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具啊？骨头锤子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一人要有一把武器。好，好，一人一把，一人一把。那是什么？史莱姆，前面有一坨史莱姆。哎，攻击！好，史莱姆烧毁啊，就趴。哦哦哦，哎，别，等一下，我好像直接站着跟他打，也不会输吧？棒！史莱姆打不到我哎、欸！好，又血虐了一只史莱姆。看一下，我现在等级，如果拿到1000经验值，我就可以升级了。我是学会哦，两等的时候学会闪电剑，一等学会五彩喷射。我照理来说应该是要会五彩喷射的吧？我研究一下五彩喷射怎么点啊。哦，五彩喷射，碎啦！五彩喷射是这样喷的 ，OK， 你呢？你会什么？妮妮子，
你只会生命魔法，第一集会治疗。好，点一个就是治疗。好，懂了。好，前面有陷阱哎，这是怎么样的陷阱？哦，会这样子。哎，我被刺到了！等一下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啊！诺曼被刺死了，可恶，还被插死了一个人呢，好伤哦。这个门呢？这个门是打不开的。嘿，掉下来了。好，这里是没走过，这边没走过啦。前面看看有什么，又有一个道具耶。嗯，不对，完全回来了，这是最一开始的地方哎。Watch your back 那里哎，完了完了，这样真的会死在地牢里啊！赶快走那个传送门，快跑了，火把都没啦，火把没了，变成木棍哎，你拿着吧。好，先传走。没有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哦哦哦哦，哎呦哎呦，哇塞嘞，这个怪。独角仙啊！啊，我变强了！好，我们来寻找可以把它丢进去的东西啊。嗯，我们等走下面看看啊。往刚刚这里走好了。石头拿起来。我快死了！拜拜。棒。啊！啊！啊！你已经死了，啊！哎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们拿聊天室先往上拉。刚刚谁叫我从那边跳下去的？先找到那个人，没事，我复活了。刚刚做了一场梦啊。再走走看这一条好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地上怎么有钥匙？稳了，稳了，钥匙就在这里。哎，我就说一定会有钥匙吧，那不可能没有钥匙的。哦哦耶，第一关突破，碎啦！哇，新手教学过关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要继续探索这边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游戏就到这边，我要来去吃个饭了。